Hello，小朋友们你好，今天我们要学道德。首先你们可以拿出来道德课本给，然后你们可以打开翻到18页给。今天我们要学关于我不插嘴，就是别人在说话，我们要静静的听，不打别人在说话。我们看接下来的图，有两个妈妈，还有一位男孩，一位女孩。那他们的妈妈在做什么呢？对，在聊天是吗？是。当他们的妈妈在聊天的时候，这位小朋友们可以插嘴吗？不可以，等他们的妈妈说好了才可以讲话。我们看接下来，看图说一说，他们做的对吗？我们看第一个的图，有妈妈跟阿姨在聊天，然后有这位小朋友拉妈妈的手说要回家，他这样做对吗？不对。接下来的图有两个叔叔，他们也是在聊天，然后这小朋友突然在中间插嘴，他这样做对吗？也是不对。小朋友们记得不要像这两位小朋友，有别人在聊天，你们不可以插嘴。今天的课我们先学到这里，小朋友们再见。